哎呀，真的不容易，练跳水坚持到现在。他96年出生，然后来这儿练了10多年了，终于熬出来，真的不简单。特别是谢思义，他身上脚踝关节还有一根铆钉，就是2次手术取了，第二次手术取了2个钉子是大的，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小钉子在踝关节上面。他能够坚持现在非常了不起，所以他虽然错过了上一届，但这一届他是存足了能量，在这届爆发出来。